你们平时不老问我吗？怕不怕你家蛇跑出来？咋不怕呢？这不昨天他俩干柴烈火完事之后吧，我今天又打算让他俩干柴烈火一下，结果人俩就没干柴烈火。我就可以给拿出来吧，就把那条母蛇拿出来了，放到这个箱子里，忘记推进去了，出去钓了将近能有四个点的鱼。回来之后看着这个敞开的箱子，我是懵逼。那跑的是蛇吗？那跑的是钱呐！然后我就满屋找，满屋找吧。首先啊，我那么大一条成体蛇，这个小门缝，它指定……哎呀，看出死眼了！啊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它指定是出不去，也就是说它还在这屋，它肯定是没出去。然后我只找了30秒，就在这底下找到了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哎，就搁那一趴。挺恋家呀，这家伙离家出走跑的这个地方啊，2米都不到。 Hello， 回家呀。整出来了啊，虚惊一场，这回可得记住关眼式了。进去